紧的啊，唔紧来。你搁小阿东，其实伊惊着点么事？想找一个比较塞狗，小表要讲钱，要讲钱等。DI5746，开较紧的，开较紧的啦，开啊慢，有在条个四点，唔过开较紧的。我讲你做无水准的啊，伊冻伫遐嘛，看要安怎开啊，唔是。超速，也不怕打工超过他，因为他刚才是真的是开得太夸张。啊，你带你带打打迄、那个，你减速员就惊到了。无啊，我真正惊到啊！伊我四点我用干我目睭头前拢看无，所以我才会打档。所以我麻烦你去给我检举，因为你给我检举的时候，我有话通我讲。太恶劣了，老板。你是邪恶的人数，你是邪恶的人数。我还讲，车顶老板应该会阻止我们这辆车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害怕。另外，水加一块车道。